此外，呢度咧更加有個圖書館咧，即係買啲同佛經或者佛教事情有關嘅書。阿胡生我唔識睇喎，我介紹火星探秘，你可以去到火星咩？即係話俾你聽咁解啫。咁呢啲嘅佛經故事有時都幾有做人道理。舉例太明一句説話，根據佛經所講就係咪嗰啲咪咪嗰大，即係咩意思咧？即係話有固然好啦，冇都冇乜所謂。你明標啊乜都好啦，哇有固然好啦，冇。冇乜所謂啦，冇名錶咪戴普通手錶咯，係咪先？冇靚車咪搭 BTS 咯，係咪先？所以做人嘅嘢何必咁執著，同埋何必咁強求呢？施主。